次上来了啊。和星爽琵琶市场的这个附近来吃一家这个串炉的这个饭馆啊，这家店开的时间不是很长啊，据说里边的菜都是一些老菜老味儿啊，咱去看一看。现在就进入到店内了啊，他们家这个小馆不是很大，但是看起来也挺温馨挺干净的。他们家还有这水煮鱼啊，还有特色的烤鱼，菜品的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。大家如果人多来聚会的话，他这里还有单间啊。这是他们家的菜单啊，这是一些凉菜。咱们家还有一些老菜啊，嚯，这个是胡肘，看着就有食欲啊，138一粒。柳鱼片这是39，嚯，糖醋鲤鱼啊，这可是一道经典的鲁菜，78。清炒虾仁98，这是油焖大虾22一只，这是。松鼠鱼78，我们点了一个这个。这是蝶鱼吧？这是蝶鱼，多少钱？我看一眼，98。一笑鸡翅上来了啊！这道菜是28。这个菜没有一点翘头，老味道，一道老菜上来了啊，炸烹虾仁儿，78，虾仁特别 Q 弹。这天天大鱼大肉的啊，咱点到素菜，这道菜看着挺干净，吃起来挺爽口。这也是一道老菜啊，糟溜三白，这道菜是42，里面是黑鱼片、蛋清、笋片。这道菜是咸鲜口，现在在饭馆很少见到了。南煎丸子上来了啊，这是鲁菜当中的经典菜啊，这道菜量挺大的，要是人少真还真吃不了。松鼠鱼上来了啊，这道菜是78，这道菜既漂亮还有一个好的寓意啊，祝大家年年有余。这个是老板看我们可能拍视频给赠了一道小菜儿，鸡肉卷儿，这个挺适合小孩吃。最后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。